天天时更美妙的夜晚，虽然我们素未谋面，氛围映衬音乐渐缓，每个人手的一份邮件，听他们压力猫也翻开剧本，我们故事现在开始，每个人介绍自己的身份，记录在面前的这张白纸。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。第二位玩家是坦道，是伟大的职责，是拥护。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最后所有人不管一向我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看看身份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我的唱只有微笑，看我扬起的嘴角。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我只是路过碰巧。你干啥了？我怎么温柔？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我没有任何秘密，为啥我坐在这里？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这一局游戏到底和我有几把关系？粉丝是你们发现有爱情分辨的逐渐角落，每个人都在正面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，在一条条线索公开，真落到论月份纪念你，他们说轮流发言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，公主身上的毒药，身上的她说是为了暗杀王子，带到身份身上的配刀，身上的情感上也没有清晰的样子，王子准备了生死与暗器，但他没开始动手。最后所有人不光一向我问我案发前后做了什么，我看看线索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